你是最初的期待，心亮起来，你是最终的答案，无悔无怨，想说的话汇成画卷，一卷一卷。俯视洛阳川，茫茫走湖滨，流血涂野草，豺狼尽灌婴。皇孙借太白的诗，是在暗讽何人？我只是呼声感慨，穷极壮丽的东都，如今一卷如战火，虽无明日，不知何时能歇。皇孙自起兵以来，便知道这烽火连天，白骨万千，只有以战止战，方才可天下太平。我只希望能够早日收回这半壁河山，还天下百姓一个安宁。我也希望。说想借我崔家军在京中的人帮你救出梁王，不是不行，但你得先赢了我。听你这口气，又想出什么花招？那皇孙愿不愿意跟我来赌一把？知道皇孙谨慎，那赌注就由我来说吧。如果我赢了，你要让我借道望州；如果你赢了，那我崔家军便帮你救出梁王。听上去倒是挺公平的，怎么赌？怎么赌？其实很简单，你闭上眼睛，我从一数到十，在数到十之前，如果你忍不住睁开了眼睛，那你便输了。你不会又想趁我闭上眼睛一针刺晕我吧？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伤害你的事情。如何？不过呢，我要自己来数数。就算你一针刺过来，我也绝不睁眼。好，那你闭上眼睛，自己数数吧。一，二。
喂，刚才可不可以不算啊？刚才可不可以不算？